没有说你要两箱啊。不要钱，五百块。你怎么说说你要两箱？你要两箱香鱼？五百都没有人要了哦。我把，我把一礼拜五，反老板自己在卖你好不好？多一只的嘞，多一只哎，不要，确定？说好了。300块掉了，300块。我跟我说了两千。我一直在卖你这300。哈哈哈哈哈。兄弟，300嘞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礼拜四。你这里就是说好的，说好的。我看一下。还有这些嘞。不了大的了。你讲你要最后结能吧？讲你要能吧？200块，没有，都还没留。还是别多，爱加先买了，买300块了，还是加300来，加300，三加300，四加300，去五加300，去六加300，去七加好来，去八加来少钱，去九尾好来，去十尾好来300块先买，对的，来落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哎呀呀，好，六，哎，来，这里再一个，没有了，没有了没？没有了，我有打电话给你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啊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谁了？打电话跟你说的香鱼，我打电话跟你讲香鱼的那一位，他是在这边，之前在这边按摩的，之前在这边按摩的那一位，都在这边按摩，他现在搬去公园了。我想起来了，要被爆，啊，他就在高店嘛，不是在店，啊。七两条，他说要两箱哎，箱啊，一箱吗？他打电话跟我说一箱吗？他有留吗？有啊，一箱哦。还是没修过的，留一箱，有留箱，有留箱，有留箱。哎呦，箱有留箱。来，白枪两百，白枪两百哦。还有人要吗？白枪有留到一箱啊，有留到一箱。好卵丝没了，卵丝真的没了。刚才有一锅卖完。两锅二块五，两块五八，四块五八。我这两块五八好先卖，这六只五八好无？安尼啦，这七块五八啦。七块啦，贵价五八啦。贵价五八啦。五八，贵价后边。来啦，你啦。来，过来谁啦？那个，过来。
社会面子啊。啊，水果啦，赶快吃这老火锅啥的啦，八只五百块。八只。一只剩六十几块，我的过两摆无500块，我的鱼。500。我的鱼500块，我要吃的哦。500块，500块呢。四尾500，六尾500，八只500块没了。500。正龙，我叫他拿，我叫他拿。你要很捞的还是冷冻的？你要很捞的还是冷冻的？蛋黄上面的话，可以接下来。先干麦牛，老鱼有人要吃不啦？这只老鱼啥卖啦？哦，一届买500啦，我剩只尔。下早迄个较大尾的哦，我讲三尾卖500啦，好啦。今天有总共3班的，今天这落雨爱接线的啦，吃过两尾啦，吃过两尾五百块，这你无机会，吃过三尾500，有人买五百块，你三尾500好少啦，500拢无人敢吃哦。这个礼拜六在东区市场。我只有吃，其实买过剩的500好啦。500。有。500，有人来无？上天啦！哎，我500卖500块了。嗯，啊，无人要接啊，接不接了？你做进线嘛，对不对？我在到现场，因为我手机没电了。OK。这是您幸运的开始。我卖我吧，我卖啊，好好吃。来，来啊，上起来。夹门一包。你抽到雨啊，一箱 OK， 等一下写下，我等一下结束就会跟他讲。老板，你好哎。老板，进货。哎，老板，免得没有啊，免得我们关门。过来问讲，哎，老幺啊，多好，多确定，非常确定。好，安尼只能问两把声。过来来不？真啊，谢谢。哦，在后面两块。进一片啦，有两个人要滴。300块，一片，13.8。哎，快点啊，进一片啦，后面。后面你要进一片不是吗？你要进一片不是吗？你要300来。进一片赶快，赶快。还在几分钟？6、7、8、9、10。好。你不是要进一片？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十片。这还有，这还有。快点！哎，他已经套奖了，我看他来不到。对。6。8。你这太满了，这样子不够，不够。那够不？那个。有啊有。4。这叫你好，兄弟早。好。
好人来无？好。来八十片，真的，来，他们来要，三对，你要吗？来，一二三，四五六，要不我八，但是会加吧，七八九十来，八哎，好像看起来不止八只哎。来，你快点，等你再来。鲜鱼片，够人来了。哎，你不是要香鱼片？快点吃，快点吃。鲜鱼片没人来了。好，来。这土兔鱼啦，这太三百了。哎，土兔鱼。土兔鱼。是有人要留两块啊？那个啊，那是要土多鱼，你是要土多鱼，土多鱼啊？谁啊？土多鱼，好，后面往下走。来，先的，还有你要吗？你都好大只咁鱼啊！大只咁鱼咁好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八，来，过来，我们土豆鱼吧。来，还有谁要三百块？他这个是拿秋刀鱼的。拿到了，土豆鱼三百无哦，还在看啊？不，什么的？看一下，柳叶鱼，看啦，啊，看啦，看啦，看啦，下面啊。没有吧？哦，拿头吧，有没有拿到秋刀鱼？哦，嗯，蟹粉，鲍鱼啊，要不要？来，咱们肉鱼，肉鱼，肉鱼，你有拿到吗？你肉鱼有拿到吗？拿到了哈，有 ，OK。七十的，背上，拜拜。走吧。在哪放 ？OK， 都拿到了。你也辛苦了，来，谢谢。这个这样他不用洗鞋子，不然麻烦。我没下雨，怎么洗鞋？会有水啊，鱼那个鱼的水。你如果赤脚来的换鞋子，回去要洗到，洗得很痛苦。如果是赤脚的话，穿拖鞋的话，那赤脚更很难洗啊。那像这个就很简单，就用水冲一冲就好了。差很多啊。是台中的中心市场哦，但是这个时间你不要过来了，这个时间你不要过来了，不行的。林长生，这个时间很晚了，你不要再过来会来不及。对，三百六八。
百块就好。你是减速机啊？还是不减速机？还是减速机？减速机下面。小心！哦，不可以两百无人来啊！来快快的！换掉什么？没有了的啊！一压没？哎，换掉东西啊！压吧！八八换！八八八八！都三百啊！无啦，你讲我当初你讲黑啦，回顾黑哦，那几号五百块六十，五百六十，要不要？明天在乌日跟竹东，明天在乌日跟竹东。二四，来看六六六八。虾子哦，三百块，百块。是啊，不然你买三斤三百，还不掉，三百三百三，他剩下两只，有没有人要？百块啊。什么东西？港口，港口好啊，他在收啊。谁呀？锅你卖完了？我弟太累了，他去休息一下。锅你卖完了？他太累了。他那个是四加三。哎，大哥，我再买一个好了。哎呀，买这小啊，那啥小？什么鸡？我讲那白切小啊。我讲虾子啊。看我一个。哈。这个。耶，好，你把这个给你妈。耶，咩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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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跟我说你要什么，啊，再到现场来拿就好了。这里还有买大衣的，这箱卖一卖。
就叫宝贝的。中心市场早上几点开始啊？我今天是六点到，他们开始下货，开始摆是六点半，开始摆是六点半，也是在直播上留言带留言有货吗？对，在直播上留言，然后说你几点到这样子，然后我会帮你留，然后你再到现场来拿，就这样子。好多块沙发。300块。随便拿，下次300分量太多也没关系啦。你要买的话就没有分量太多。希望。你云中不是在西达港路线的吗？云中的台啊，那个台都国外要台了嘛。云中不是西达港吗？我被矮子啊。云中你会来这边？大以后，我记得你中都去新达港的。可以啊，然后说留货，然后说你几点到，然后我就帮你留下，然后再到。对，像今天好像有四五个吧。对啊，然后留下来以后，然后在现场跟他拿这样子。不会。迷宫，你要跑来这里哦？真的假的？香奈儿，香奈儿，上礼拜有来。来，香奈儿上礼拜有来。上对。我们没多少衣服，再借来哦，给他收一下。来，没多少衣服，再换小的啦。啊？袋子太大了。好啦。先收到一件衣服。他帮你换小的，他就把它放进去，这样就小了。欠揍。换小的。回家穿的塑袋呀。对，新达港是我直播的。香奈儿上礼拜我想香奈儿来说我是香奈儿，然后想一下上礼拜有什么。我没看到，我上礼拜有什么。差不多嘞。志文他很好啊。志文只是最近比较少看这个。志文那个家人都在他们那边，屏东那边都过得很好。他的脸书有在更新吗？加个我啊！哎，找过一点。哦，对啊，好。那后面这些哈，如果要有留货要来买东西的哦，最后面赶快过来哦，我准备要收播了。我准备要收播了，我准备要收播了。倒数计时哦，倒数计时哦，今天就到这边。五、四，等一下，我再去跟他儿子讲，正龙要两箱东西，我去跟他要白川跟那个邱大宇，等一下再去跟那跟信宏讲。三、二，我要收喽。一，拜拜，收播。对，在新达港卖的，在里港那边有卖哦。里港是礼拜五，新达港是礼拜六、礼拜日。走了。